一点，看看那个下面。走第几个呀？就这儿。就是在这儿是吧？对。一个，啊一个。拿楼梯吗？捡楼梯。这个风大。风了，这个就是下大了。能有了。啊？风了就是。四面嘞。可能，反正那个没别的没事。啊，它有一个没事，你可以看看这，看看里面的馅儿，里面的馅儿什么的。这蒸了大锅子，差不多了。对，估计这现在已经得60多个了吧，六七十个的。往那边就是大。馅儿大的包不住了啊，对，你馅儿不能过大，大了它就撑破了。